林毅婚后的女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变化，有些内在变化如涵养、宽容度等是不可用肉眼直接观察到的。人们通常用一个人的外观来评判一个人过得好不好。婚姻能够让一个女人变得整齐容光焕发，也可以让原本清秀俏丽的女人变得形容枯槁。都说女人幸福与否，从她的心态、脸色，还有变美了或者变丑了便能够分辨出来。那么为什么有些女人结婚后会变美，却也有变丑的呢？自古以来都有一句话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让许多恋爱中的男男女女接连不断的踏进了爱情的殿堂。但是一个男人说爱女人，说要养女人，绝不仅仅是他肯为你花钱这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理解你，是否能够潜移默化的在日常生活中提升你的气质，你的见解。02